哎呀，都送的不好就不要了。哎，美女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镯子。哇，你这个镯子好漂亮呀，这个太吸睛了吧！你这多少钱买的呀？花了50多万。50多万啊！这个如果说是 A 货翡翠的话，要几百万呢？在哪里买的？在那个北京古玩城。那我先帮你看一下哈，这个首先我们第一眼就是看到它的这个颜色哈，你看你这个镯子里面它其实也是有色根的，然后 A 货翡翠呢它也都是有色根的，你看它表面上坑坑洼洼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发现坑坑洼洼。但是这里面的汉字是古董吗？就有坑坑洼洼的吗？古董啊，清朝老翡翠。清朝？他说是有坑坑洼洼的。我跟你说阿姨，首先他说是清朝老翡翠，这一点就很不正确，都是人把这个名头换上去让你才觉得它很值钱。我给你看一下现在啊，它这个里面它是有那种很强的蜘蛛网状的，你看它分布而且是很均匀，看起来就不是说天然 A 货翡翠那个结构，虽然说这边也有一点色根啊，色根就是我们正常 A 货翡翠几乎都有的，但是它这个蜘蛛网状太明显了，一看它就是酸洗过的料子，紫光灯一照，你这个上面是有荧光反应的，看到了？你看我这个指甲，它是里面有这种化学产品的，它也是有荧光的。你再对比我这个镯子，你看这是真的翡翠，它打在上面，它是一点荧光反应都没有的，但是你这个就有很强的对比啊，这个没有，你这个有，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100%判定你这个是一条假翡翠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可能吧？我儿子帮我买的，花了50多万，我是来给你看一下，鉴定一下，把它卖掉，他结婚要彩礼钱，要100万，我就把它卖掉它。100万啊？哪儿的呀？哪个城市啊？在福建啊。如果说现在按照你这个镯子来看的话，顶多也就是一个人工的费用，只是几十块钱。不可能吧？这种东西它是经过了强酸洗之后，然后又染色注胶的，才会形成现在你看起来这么漂亮的。像你这么大年龄了，戴在你身上，它也是有伤害的，多待一秒钟对你的身体都不好啊，还对身体不好啊？你赶紧帮我摘下来吧。你自己取过没有？我自己还没摘过啊。好像你自己摘也挺费劲的，只有这么一点点空隙了，应该是长胖了一点是吧？是啊。行，那我试一试。松，你别动。哎呀，还要这个？是啊，戴了好多年了，好像挺费劲的，摘不下来。对身体不好，那你摘不下来就帮我扎了吧。行行行，你先放松啊，我拽你这个镯子的时候，你别使劲啊，放松。啊，就这样。你等会儿，你别动。好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别。下来了，手疼了吗？疼了，有点。揉一揉，揉一揉。你看一下这个，它是那种闷闷的，表面上它已经没有那种玻璃光泽了，看到没有？给你看一看。哎呦，我戴了好多年喽，是我儿子帮我买的哦，我也不舍得。但是这种它真的就是酸洗的，假的，不要再戴了。我戴，假的戴对身体不好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对身体不好就不要了。给你拿这个，阿姨，你别怕啊。那你要去那个砸的话，我就帮你砸掉了。一个嘛，摆一个，反正也不大了嘛。砸了吧，对身体不好，主要是要身体好。那我帮你砸了啊。嗯，我害怕。哎呀，我去！一看就是假的，就砸烂了。那真的反正砸烂了哦。对，它这种是注胶了的，这么大锤子它都砸不动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差点砸着我自己手。这个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再做证书的，你看里面注的胶呀、这种东西很明显一样哦。对，真的翡翠它也不是这样的，如果说它还有发票的话也可以去找那个人。这个证书我拿回去给儿子看。